正应是当其他人自觉足够的时候，我们仍然追求更多。领袖就是要洞察先机，比其他人行先一步。要迈向事业的更高峰，就要由自己决定。保协培训学院 LUA Academy 推出全新的行业专业认证 Certified Trust Advisor CTA， 认可财富管理诚信顾问，为保险业界出色的精英塑造一个诚信和专业兼并的形象。我们连同 Hong Kong U Space 开办财富管理诚信顾问证书课程，课程涵盖多个知识范畴，务求令获得 CTA 认证的同业拥有更高程度的专业知识。财富管理诚信顾问证书课程内容全面，涵盖七大范畴，包括了人寿保险专业诚信和操守、保险业最新的监管要求、信托概念和知识、不同地区的税务事项、财富传承的策略和执行步骤、高端客户的财富管理和财富心理学的应用。课程由不同范畴的资深专家导师亲身教授，包括心理学家、金融科技企业顾问、会计师、律师等等，务求令到各位学员可以提高个人服务水平和诚信标准。完成课程之后，更加要通过行业操守审查，就可以获得 CTA 认可财富管理诚信顾问的认证。大家留意，要 CTA 专业认证持续下去，就必须每年持续进修，达到学分的要求，同时拥有财富管理能力和专业操守两方面的专业认证，必定能够令到客户对你的服务更加有信心，迎来更加多新的机遇。一个课程以专业诚信角度为你拓展最广阔的视野，令你在处理高端客户上面更加得心应手。唯有把握最好机会，才可以成就自己，再创高峰。 CTA 引领专业，成就非凡。